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看军文学英语》，我是 Lavender。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开场都有一些英语冷笑话呢？那你们知道冷笑话的英语该怎么说吗？没错，就是 Dad's joke。因为啊，爸爸们常说些不好笑，或是只有他们自己觉得好笑的笑话，所以才把冷笑话叫做 Dad joke 哦。好的，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教学吧。今天介绍的新闻是美国钻研在乌克兰战争中美国应汲取的经验。乌克兰之实证经验显示，对抗俄国要使用大规模常态火力集中，如火炮与飞弹据点。我们必须放弃美国传统大型运动场式的指挥所，离战场越近，其经验越为深刻与确切。乌克兰提供之经验包括向战场挺进、特战、防空与海战，这些资讯的重要性溢于言表。The closer you are to a war, the more indelible and accurate the lessons the Ukrainians gave presentations on the road to war. Special force, air defense, the naval war. It is impossible to ov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ormation the Ukrainians provided.这里介绍几个单字，首先是 indelible， 形容词，有深刻的、难忘的意思。例如 ，Sandy made an indelible impression on me。Sandy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介绍的是 overstate， 动词，有过度强调的意思。例如 ，It's necessary to ov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safety。过度强调安全的重要是必要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按赞、订阅、追踪，还有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